接下来要推荐的这组黄金选手是我们的老朋友，其实17年曾经登上过我们的舞台。哦，哎，而且呢，他们在传承着一门中华的传统技艺。掌声有请北京龙在天皮影团，有请。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团长。团长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希，来自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谢谢。哪年参加的黄金一百秒啊？我们是17年，我们参加了一个黄金一百秒，是那个口技和这个皮影戏共同联合。当时成绩怎么样？当时成绩很不错的。怎么又来了呢？一条项链不够分呢。我们这一次是主打，因为上次是助演，我们这次希望咱们真是来大家来看皮影戏。 就是17年，你的表演还有一点点遗憾。是的，因为17年的时候我们是传统皮影戏的表演。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节目。近期呢，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词，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字，叫快闪。嗯哼。快闪的歌曲，快闪的活动。那我们这个皮影戏呢，也是快闪的皮影戏。哦，快闪的皮影戏。对。 就是皮影戏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呢，用我们的演员去给大家表演，大家在现场看的话，那就传播几率比较慢。然后为了更好的让这个皮影戏传承下去，我们跟这个短视频合作，创作了一个皮一下很开心的这么一个话题。从去年的时候，我们三天的播放量是创造了2.9亿的播放量。哇，真厉害！到现在半年不到的时间，播放量已经是35.5亿。哇！已经有这么多人去点。 点击了这个皮影戏很开心的话题，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骄傲。我们自己算了一下，就好比说咱们全国的皮影戏的艺人，演上几百年都不可能有35亿的人去观看。没错。但是通过短视频的合作呢，实现了我们这个快节奏的去传播，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一个短视频就了解了到了我们这个皮影戏。今天有没有视频？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我们是谁？音乐歌舞天团 ，DJ。 Drop the beat. Yeah. Kiki,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啊，这真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啊。Skrr skrr，不过还是我最skrr。 再见吧，太阳！我要开始炸煎了！真的很棒啊！没错，传统现代的结合，传统的皮影戏。 里面我看有说唱，对，有街舞，对对对，这个皮影戏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设计，所有的皮影人都我们制作的。今天呢，我们带这个舞台上也专门送给两位一个小礼物啊，我们还制作了两位主持人的皮影啊，我们两个人的造型啊，对，然后我们今天带到了现场，来有请佳明老师、杨帆老师登场，来这边，大家好，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是杨帆，我是佳明，欢迎大家来到黄金一百秒。今天来这，你算来着了。今天有精彩的皮影戏表演，朋友们，我们黄金一百秒的口号是：世界总会发光。有请你的表演。哦，谢谢，哇，真有心啊。 啊，我们是皮影里我都是个绿的啊。我以前有一身绿衣服，对啊，很有代表性。按照您的绿衣服做的。谢谢谢谢，杨帆，你对他们还有印象吗？啊，这也是我们龙在天皮影团的一大特点。为了更好的将咱们艺术传承下去，08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个团队，他们都是平均年龄23岁，平均身高却只有1米30左右的袖珍成年人。 目前在我身边的这两对呢，他们是我们的袖珍夫妻，他们2012年结婚的，他们是2015年结婚的，都是我们团的演员。谢谢老师。每个人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年龄是秘密吗？哦，没事。那您先来。
可以放低一点，不挡的，对。大家好，我叫李小爽，来自铁岭，我今年36岁，谢谢。来自哪儿？铁岭。铁岭和老乡啊。对，和杨老师是老乡。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乡。好，来，小伙儿，你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鲁德峰，来自美丽的山东，今年33岁。真幸福啊，娶我们铁岭媳妇儿啊。大家好，我来自陕西，我叫冯波。大家好，我来自陕西西安，叫贾盼，今年28岁，谢谢。啊，你们俩是老乡啊。是。所以王团长很有心啊。其实我们这团是08年组建的，对吧？对。就是我们的这些优秀的演员聚在一起，而且不仅是为了艺术，也要在这里要找到家庭的温暖。据我所知，现在咱们团像这样的夫妻有19对。哇哦。皮影戏我们经常说是以影为媒，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来到了龙在天学习皮影戏，然后相识相爱相恋成家。真好，我们送上祝福的掌声好吧。谢谢谢谢。而且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们都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才学会了皮影戏这门传统的艺术。是的，他们刚来的时候对皮影戏一无所知，但是经过咱们的培训学习，他们现在已经是袖珍皮影艺术家了。而且现在我们不仅是在传承传统的皮影戏，我们其实有很多创新，对吧？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据说现在我们还拿皮影来拍演小品，拍影视剧，对，走进校园。是我们是每年都会出一台大戏，我们希望就是通过皮影戏加舞台剧的形式，让他们来了解皮影戏，让孩子们来学习咱们中国的历史。真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皮影戏啊！也谢谢团长啊，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我觉得一技之长让他们有生活下去的动力。对对对，现在不单他们在学习皮影戏，而且他们已经成为了小老师，走到了校园。我们现在已经在北京市将近20个学校建立了皮影剧社，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就能由他们来教皮影。谢谢，这小个子有大能量，不仅是艺术家，而且现在还是老师，对吧？肩上的担子很重啊。而且据说接下来100秒也是请与众不同的100秒。是的，能简单介绍一下吗？我们今天专门创作了这个闪目的皮影《白蛇传》里边的一个小桥段。闪目皮影，一会儿您会看一下快闪，什么是快闪？皮影的快闪。哇，闪目皮影，水漫金山寺。哇，很期待哦。没错。那既然佳明、杨帆都已经上来了，就有请他们俩继续。我们有请，让两位主持人自己演一下自己好不好？来，我们来对白啊。好，来，两人靠近。哟，杨帆，你也出来遛弯了？怎么着，穿的绿就不能遛弯吗？怎么今儿这腿脚看起来不对劲儿啊？啊，那个癫痫犯了吗？啊，带药了吗？你有吗？我有，来，我问你，你有多少我吃多少。来，我问你一个，药量吃过了。哎呦呦呦，发作了。哎呦呦呦呦呦，来音乐。这就直接这样了。最后主持一下，请问各位选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为你们加油。现场的观众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吗？跟随我的手势鼓掌，夸夸夸夸夸夸。好，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谢谢。请转身。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大海，宋江我家官人放下山来，如若不然杀进庙去，鸡犬不留啊！要那许仙还家不难，除非是这日出西山，这江水大流。不离，庆儿无需多言，水梦金山是众沙弥保护京唐。
我能看看那个宝塔是怎么断的吗？这个构造是怎么回事？怎么啊？飞叉啊啊！有个小机关在里面，真的很有想象力啊！其实说心里话，很感慨啊，因为我跟龙在天评影团的很多，我们是老朋友了，对吧？哎，但是真的能够在舞台上看到你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啊！抛开皮影戏，你们的扮相，你们刚才的唱腔，你们的演技，哇，又进了一大步！你们真的是在让中国这个传统的皮影在你们的手里重新活起来了，真的非常非常棒。没错，而且很荣幸啊，黄金一百秒作为这样的载体，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在我们的舞台上再次发光。其实我们仔细再看起来，你们重新演绎很好看，很精彩，只是我们现在接触的途径太少了。对，真的，我以后真的希望更多的皮影戏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展示自己。谢谢，谢谢，谢谢，祝贺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看你们获得的支持票数，139票位，非常高的票数了。孟金元的黄金爱心送给所有有爱心、有担当的年轻人们。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加油，也祝福你们。